更多精彩尽在天娱围棋频道微信号。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那盘棋呢，实在是这个下得非常的焦灼啊，我们的棋迷朋友也会持续的去关注。那在讲解这个新的棋局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也是我们棋迷朋友的一个福利啊。咱们的天安围棋呢，将在12月5号到11号举行线上的这个比赛活动啊。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围棋天元的公众号进行报名。那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如果特别幸运啊，被选中了的话，这个棋谱呢将由咱们职业棋手进行专业的讲解和点评，也会在咱们的天元百谱网络版的节目当中进行播出。我现在真的觉得棋迷朋友们特别的幸运，而且就是现在下棋和学棋的这种机会特别的多，是吧，何阳老师？是是是。嗯，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说被职业棋手指导一盘，那都是特别难得的事情。对对对，而且那个年代应该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是的，嗯，所以见一个职业棋手应该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我们跟职业棋手甚至世界冠军都已经零距离在交流了，因为网上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各种资讯啊，所以很多棋迷朋友都掌握的比我们甚至就是咱们记者朋友们还有超前的这个信息。所以就是棋迷和棋手们之间的这种交流真是无障碍。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盘棋也特别的精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来自现场的一个画面啊，这个是我们将要讲解的，是谭笑和许家阳。对，这是谭笑。嗯，谭笑是上一届，浪科杯的这个冠军。对，谭笑也是世界冠军。是。嗯，但是他的对手这是许家阳。嗯，许家阳这个应该说他最近虽然是没有拿过什么大赛的冠军啊，嗯，但是他的这个上升的势头非常不错。嗯，他应该也是属于这个年轻棋手，这个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年轻棋手。对啊，这是柯洁。对，这是柯洁。是许家阳在上一局，嗯，是赢的周瑞阳。对，嗯，许家阳应该说他这最近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哎，非常非常的坚实啊，非常就是非常坚实的在前进，可以这么说，势头非常好。没错。这是姜维杰，嗯，这是范印。对，现在中国的年轻高手是非常多的，没错。应该说柯洁无论对到谁都是一场硬仗。是是是，所以说国内比赛拿一个冠军的难度不一点都不比这个国际比赛这个难度小，真的是啊。这是姜维杰，姜维杰也是老将了。嗯，这是杨鼎新。嗯，对，丁浩，哎，这个丁浩也是这个应该说是00后的我们中国的一个棋手的一个代表。嗯，所以浪科杯的这个比赛真的是国内这个等于说等级很高的。对对对，哦，基本国内所有顶尖高手都参加了。没错，这是杨鼎新。嗯，杨鼎新现在也是势头非常好。嗯，应该现在是排名这个等级分的第二位。嗯嗯。就看到这种现场的比赛就会觉得心里很踏实，嗯，就是因为受到了上一次滑标事件的影响，真的觉得还是面对面下棋心里有谱。是是是是，这个确实是一场这个灾难啊，可以这么理解。你如果说一个世界大赛的决赛，对啊，这个点到一路上，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本身这种世界大赛的，你想柯洁对申真玉，他是这盘棋有可能就要载入这个围棋的史册里头。真的是啊，但是你第一盘出现一个一路，是一个人为也载入史册了，但是有点，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史册啊。真的是，就是所以现在，那您觉得不觉得，就是说以后棋手们在下棋的时候，多少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担心，是吧？会有这种，万一不小心一点，哎呀，就点到了这个不想要的位置。是，对，这个这种灾难的场面，还是应该想办法把它避免掉，嗯，是比较好的。真的是，嗯，希望在进行不断的改良啊。嗯，好了，我们来开始这盘棋。这盘棋呢是许家阳下黑棋，然后谭笑下白棋。是，嗯，许家阳也是走了这个小目，嗯，最近这个小目还是很流行。嗯，这盘棋白棋是下的是比较常见的，是守这个角。上一盘顾子豪是一定要占这个形啊。对。嗯，
接下来飞机是大跳手脚啊。嗯。这个应该是也是人工智能比较喜欢下的一步棋，哎，这个走到这儿就是防止了对方的靠，啊、哦，这样你就不好意思靠上去了，是的，嗯，那这个就是防他靠，嗯，接下来飞棋是飞，嗯，嗯，应该说这几步棋都是可以说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哎，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开局，对，哎，上一盘是一个老的传统的开局，是，哎，是一个比较年代比较久的一个开局啊，但是人工智能也下过，但不如这个基本上都是人工智能的招法，嗯，这个比较新啊、哦。嗯，白棋是走这儿，嗯，这个是挂角，没有点角啊，这盘棋，然后也是选择了一个低挂。现在这个对付小目，基本上大家下低挂还是比较多的。哎，高挂的话，应该就怕对方一拖，哎，简单一拖就完事儿。对，那个倒很简单，嗯，接下来白棋是一低间低尖低尖，加，嗯，这个低加也比较少见，哎，这样就是，哇，飞棋也是很霸道啊，这个棋是嗯，直接飞压下来，是白棋直接冲断，嗯。嗯，这也是一个老的定式啊，这嗯，个棋，现在黑棋应该是吃了虎是对。吧？吃了虎，这也是一个老的定式。嗯，接下来白棋是选择了啊尖一，嗯，尖一个还不错，尖一个又应该是比拐一个强，这个棋，哎，有以前是有拐吃一个步，嗯，应该说这个地方弹跳应该这个尖的形状，我认为还是比拐吃好。弹性更足一些啊，嗯，然后它毕竟也扩展了一部分，对，更大一些。确实是在这儿稍显有点缓啊，嗯，在这儿。当然最激烈的下法，这个棋，如果有我们电视机前有一些老棋迷啊，如果看过这个第一届擂台赛的话，啊，会有点有记忆的话，会看到有这个扳的下法。哦。这个是第一届擂台赛，是当时我们一个是中国的聂老师啊，聂老师封神的那个比赛。当然，其实日本有一个棋手也是非常在第一届擂台赛是非常出彩的，哎，小林光一，当时他是6连胜，哎，当时他就特别擅长就是这个定式，哎，当然他当时还擅长那个这个小林光一有小林流，还有对，这个各种各样的布局套路。这个就是当时他也是老下的一方，哎，就是走这个，哎，这个是第一届擂台赛上是出现过，嗯，哎，这之后黑棋有跳有尖，哎，这个应该是白棋如果这盘棋这么下的话，哎，这个就是黑棋的一个准备吧，哎，那这个变化应该勾起了很多这嗯。个老一点、年纪长一点棋迷的回忆对对啊，对对，你嗯。想那个可年代久了，是，85年吧，得85年。这个如果有电视机前还能记得很多老棋迷，要是能记到那个棋谱的话，那您真是功力深 厚真的啊。是，嗯，所以这个时候呢，白棋实战呢，弹跳还是下的比较稳健的，嗯，他是选择了一个稳妥的下法，是先的，一个，哎，然后，自己跳嗯。啊，跳呢。跳也有啊，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扳死这个棋啊，我推荐咱们棋友就扳死就完了，这个也吃得干干净净，这样没有毛病，稳固，稳嗯，稳。但是许家阳还是要那个什么，吃的大一点，嗯，接下来白棋这个逼是明显的一个要点，是，白棋是没有选择这个扳，选择这个下法，他应该是瞄着这个逼的好点，哎。让我们假设说，这个棋黑棋如果是下面有一个子儿，那白棋就是这个选择就太无趣了，没就错，是。没错。所以这个棋现在白棋因为有这个好点，所以说这个地方，这是白棋的一个能补偿的一个，就是把这个子儿死掉补偿的一个，倒是比较简明的一个选择啊。是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嗯，黑棋尖顶。尖顶长，这个要补这个跨段了，嗯，所以黑棋是选择飞，这个飞应该还是这个场合啊，就这个局面下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想法。如果正常一点说，我们说都是补在这儿，但这个补呢，中规中矩，确实是没毛病。但是呢，对白棋这个以后这个帷幕啊，就没什么威胁了。是，我飞在这儿呢，你如果挡，我先手补了；你不嗯。挡呢，我以后我这个破你这块空，我就一爬就把你这块空给破了。所以这个飞呢，应该说这个场合是比较不错比较积极的一种的。嗯。补自己的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对，然后嗯，另外他比较注重这边，是当然你如果飞在这儿呢，那上面肯定这个头会怎么样？被压住比啊，软一些，就嗯，是上面作战会差一些。但是是，就所以说下棋，
你得根据你的你想要的一个地方，然后选择你的行棋的一个方向。那这个黑棋飞，它明显是更看重这边的这个边控，在这儿。是，好的，这时候白棋也是扩张啊、是选择开了一个，哦，嗯，这个猜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一点，没错，应该说白棋还是比较流畅的，这个嗯，棋下的。黑棋也是，拖，这也是现在人工智能比较喜欢下的一啊，步特棋，别流行的一个啊，我记得有一阵儿，就基本上每盘棋都会有这种变化。对，应该说两个人下的，今天我们看的是两盘棋的开局，都是一种要打这个太极拳的感觉啊，对，都是对自己很有自信，是，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现在的年轻手都是比较好战的啊。对，就感觉这盘棋和上一盘棋大家都很平稳，对，嗯，是要拼拼收官吗？下一个，黑棋现在是，拆 了一个哎，小黑飞，小飞啊，嗯。这个选点确实是有点让人没有想到，对，比较容易想到就是这地方拐下来，嗯，这样白棋应该是脱先了，嗯，白棋大概是他怕白棋会在这个角上动手。嗯，如果说要在这边扩张的话，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贴贴起，上了啊，就比是，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但这步棋这个就是很稳妥啊，这个也这是，步子迈的有点小，感觉。但是他就是说我虽然步子小，但是我这个实就是说我这个他肯定是瞄着这个角上，他觉得我更扎实一些，对，然后基本成我的实地了，大概是是，这么理解。没错。应该说确实是想不到啊，但也许是它有它独特的道一种理道理。是，这个时候他不贴，这个白棋就压过来了。对，这个白棋要拐一下嗯，了。现在白棋爬这个啊，这个也很大，这个确实也很大，这个黑棋还不活。这是。贴这个也是很大。这种棋如果不走的话，白棋就这么拐一拐，黑棋，我们一般说这种棋如果被人家攻起来的话，那黑棋走了半天，这个就效率太低了。确实，所以他这个压呢，应该是，他就是这个他爬之前他就想好我要压了。另外一个黑棋这个下法呢，还值得有一点就是让人赞许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整个下法是其实跟这手棋是有关系的。哦，呼应呢，对，有呼应的，就是说，他就是准备着想压这个，压完之后他倒是再爬，这样等于你这个后势不起作用，如果你当初你如果是在这扎丁，你要这么下，那你就帮我围控哎，了，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高手下棋，你看他是前后一定是要连贯上，有铺垫，你要不连贯上，你那个就是很多我们棋友这个下棋，你前后不连贯，你前面说我这一个局部的好棋。跟后面的什么不连贯的话，你前面的好棋全是臭棋，很有可能。是，确这个实，所以说，其实下棋是一直说是一个全局问题，全局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一定要能连贯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1大于2，它就作用就发挥得更充分。对，是这样的。现在黑棋呢，应该说其实本身它这么压，其实是有点损的。对，我们一般说是让人家围四路控是亏的。没错，你这现在都是六路控了，这个肯定是亏的。是，但是呢，还好有底下。他这样的，但是虽然你这个很厚，但是我下面这个爬一层，你这个你看你下面没空，这个他的道理就在这儿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下的还是黑棋下的还是，应该说还是比较连贯没性能错，还是不错的。所以就一爬完了之后，瞬间就感觉，哎，这白棋好像也没什么，对。所以这样压一压，觉得，哎，这个搭配还是很好的，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棋白棋，从这个角度，白棋其实是有一定想往这搬上来的，就是可我不以，让你轻易的达到你的目的啊。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搬你如果断，那我们就强行作战了，如果你搬，比如说我这么连搬一下，然后查完之后，我这个棋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抢这个？哎，可以。这个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说白棋可以这么考虑。就是这样的话更积极啊，感觉，不对，然的话，这上边被压了，底下被掏了。
这个白棋并没有夺到太多的这个时控。对对对，嗯。总之不管怎么说，这个白棋这个就是。让黑棋都达到了黑棋想达到的一种目的啊。这个作为黑棋肯定是很舒服的一方啊。但是呢，这种棋跟我们刚才抢第一局是反过来的。啊，有些棋手啊，就是我那个年代，那就是李昌镐，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的棋就是让你都很舒服，但然最后后的最后结结果果你是总是输的。让你很不舒服。对，这个更可怕。这种棋手你感觉更可怕，就是，他说你每步棋你都感觉你下得很舒服，这棋，是，那对，就是整个下棋的感觉让你很愉悦。对，觉得很有，就是感觉已经触碰到这个胜利的果实了，但是就是吃不到，太郁闷了。对，这个退呢，也许谈笑就是想学习李昌镐啊，这个当然李昌镐这种棋是很难学的，所以看他有没有这个功夫啊。所以现在白棋黑棋爬啊，白棋跳啊，下的真的是很稳健啊，这棋啊，这个也是搬掉，对，挡住，接上，接上这个是最起码有一家，有一家，这个地方一家是肯定出棋了，没错。厉害一点有可能还有点，然后如果争子特别有利的话也有断，断，哎，那所这以块的方式还挺多的。对方式很多。白棋是选择飞，这个就是如果不走的话，黑棋这个飞起来确实是也是一个好形，是，选择这是飞，双方的一个要点。但是，这个是黑棋是捞去角地，然后它的尖是这样。这样等于是白棋是抢了外面的一个飞，黑棋把这个角给抢了白棋下一步下的是比较强硬的，就在这儿，因为现在白棋还是比较厚的，子力比较多，可以下来强硬一些。你如果冲我搬，你敢搬我给你他就断断了，掉。这是白棋的一个用意。黑棋也是现在黑棋开始也没有正面作战，但是它是瞄着这个地方的，能看出来。是。反正就是跳过来。这个棋两个人是开始较，这个可以看出两个人开始较劲儿了啊。较这个劲地方，儿，这个地方，黑棋冲。这个地方白棋跳过来之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个地方顶一个肯定是先对。手啊。这个地方白棋我们最笨的一个下法，一尖一走，能一断，断，肯定是能把你给断开的。当然现在是自己毛病有点多，这个是，白棋不成，但是这个地方是有断点的。所以这个黑棋要小心。黑棋是先压，这个地方反正黑棋硬，如果直接硬又太难受了。像这种棋，很多棋友说我就硬一个算了，那你如果这老这么算了，这个棋不好赢，最后也就算了。所以你看他，你有毛病，但他有毛病。这个是。说在白棋这步调也挺大的，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这么压，借着他的这个步调行棋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下法，没错。搬这个，搬这个的。下法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白棋在这儿。顶，比较容易想到的话，如果是白棋强行断上去的话，这个棋其实杀气黑棋也未必一定差啊，不是白棋未必差，但黑棋有可能是如果这么下，它有可能会弃个子儿，哦，就是它弃，弃掉了那个，就算弃掉，也许也可以下，也还好。这个有点复杂。对，这个对杀起来，这要好 好有点，算一算。这有点复杂。这个是要杀一点。好吧，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有点复杂。我猜测大约是，如我的第一感觉是白棋不会差气，但是有可能会黑棋弃子儿。所以在这刚开局阶段，大家还是希望明了一些哈，就别上来就这么上头了。他是选择顶一个。对，点一个。顶一个是比较稳妥的，还退回来，退回来下步棋我确实有点没太看明白。那这个时候端上去完全没问题了呀。是啊，你说刚才我们说端上去担心有点复杂，有点那种算不太清，但这个时候端上去没看出来问题在哪了，能吃一个子儿不总好吗？对啊，那他为什么不断呢？
这个不好理解，这个我不好理解，这个我觉得应该断出去至少他这个空，是吧？眼见着这个空还是很有价值的。是，这个地方，谈笑也许是今天是想这个叫做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不跟你发生任何战斗，我这个稳稳的把你拿下来，哇，这个境界高。对，这个境界，如果真做得成这一手啊，这个那境界真的是高，是。所以我们要看，还最终还是要看他怎么样啊，这盘棋他能不能拿下来，接上之后，然后他再接这个，下的是很稳妥的啊，这一棋，黑棋开始补后了。这个黑棋也是开始补后，白棋是把这个补下来。黑棋在这儿，哎，黑棋也补了一手，这个地方黑棋是应该补的。哎，这边白棋，我们这种角上拖，应该是有点棋，有个劫应该是问题不大啊。这个地方这空间还是挺大的，尤其他这个补下来之后，这个地方黑棋没那么厚了，所以黑棋补一个还是补一还个是还是必有，要的，有必要。只是说你有的人大概会想着什么捞个下面一点，或者怎么想个先手补啊，或往上靠。他这个补的也挺稳妥的。对，后手就补一下了，这个把这个角给补结实，白棋攻过来，白棋呢这个下法是很厚实的一个下法，比较，好，这个，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盘功夫棋，这种棋就叫功夫棋，就是都好像似打非打，好像我这个招过全都过去了，但是好像也不是打你，我这全都过去吧，你也是马上就开始这个散的那个腾挪一下，然后你这个好像也就过了，很但柔，对，但两个人那个拳头都没打到对方身上，属于这种那种感觉，就是我都拳头都伸了，但是都没打到身上，这个就是功夫棋。就特别像，让我想到了，就是中国有一种茶文化叫功夫茶，就是吧，那功夫茶。东西特别多，然后呢，你会觉得工序也很多。那每次就喝那么一小口，你说解渴吗？好像也解点渴，但是就没有那种咕咚咕咚喝的那么痛快。这也一样，它也是哎，稍微的跟你柔和的来两下，对吧？但是看着也没有那么大刀阔斧的，是，很有意思。这棋，反正这种棋其实很难下，是。就是。这种棋很多棋友是学不会的，这种棋应该是就是很多职业棋手是比较擅长这种棋，应该特别考验内功对，考验内啊！功，就是你，因为你这种棋啊，你要是没有你没一点水平的话，你经常下着下着啊，你就控不够了，因为你这种棋啊，你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为控，这个很难为的，是，很多棋友其实，他下这种棋，他不知道怎么下了，他没法借力了，哎，是是哎，是。他不知道怎么下这棋，然后他又去围控呢，还竟围不到点儿上，这个就麻烦了，这个下着下着就输多了，这棋，因为这种棋要下好是不容易的。那您说像这种棋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我觉得急性子的人肯定不是这种棋风，那是应吧？该是对这个，喜欢下这种棋的，应该就像你说，应该是慢性子一点的人多一哎，些。急性子看不得这个，等不到这火候了，已经。是这样。这个反正下功夫棋比较多的是日本棋手是比较多的。那看来日本棋手这个性格还是比温和一些。不急躁黑棋加这个现在是没办法了。现在因为白棋子儿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加是一帆风顺。这样白棋如果立，黑棋一转，这个就是肯定是出问题了。是。那这个棋，白棋现在是选择是虎一个，这样黑棋是打过，长一应该是白棋的权利，粘上，现在这块黑棋呢也是似活没活，跟刚才那盘棋的位置都差不多。反正你说他死呢也不可能，这你说他活呢好确实也没活，就这种感觉。反正没有两只眼就不叫活。对，现在白棋是把这个走了。这步棋从纯粹的这个目数角度来说并不大，它就是说还是威胁黑棋啊。从纯粹的那个目数角度还不见得有这步棋的，就这么打一个
这么退一个，嗯，或者这边怎么走一个，这边不知道怎么走啊，这边补一下，就这么走一个吧，嗯，应该都比那个大。嗯。那个呢，就是目数不大，但是呢，它就是还是瞄着黑棋啊，远远的瞄着你。但是呢，你说瞄着它起到什么作用，也看不出来。但是就是瞄着你，嗯，让你老得有所担心。对对对，嗯，黑棋是搬，这个是可以搬的，你提掉，这都是黑棋的权利，嗯，那就粘上。粘上，然后是飞这个，黑棋还是我这两边还是这步棋其实挺大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补在这儿。对，嗯。这一手棋挺大的，这个围的还是挺多的，你说，确实，那这黑棋进来的话，心情还是挺好的。黑棋心情挺好的，因为你这边是很厚嘛，你越围越小，我肯定是越围越舒服，就这种。你越围越小，我越围越，等于是我蚕食你啊，这慢慢蚕食你，一点一点压缩。然后再爬这个，嗯，这个也很大，走，对，二子头必搬。白棋现在是连扳了连扳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隐患，连扳啊，这个棋比较稳妥的是这么打。送一颗子，送你一颗，再这嗯，么大，这样就是就没什么问题了。嗯，这样呢，以后黑棋，但是呢，黑棋一提呢，你粘上，你送了我一颗子儿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劫啊，以后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但这个关系啊，这么说就是跟这个形状，就是跟这个关系，这个就是以后有可能收回这个气啊，嗯，有可能连一目棋都有可能到不了，就是哦，这样。但是呢，你说它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就这是你没法 说说不好，啊，对，说不好。所以它这个地方它抠的还是很细，它正常应该这么下。是是是，但是如果它不这么下呢？这个我为什么会说白棋会有点隐患？黑棋嗯，以后啊，我粘一个是当然那白棋种好的，嗯，但是我这个地方万一哪一天我要是把这个给你吃了，这就要进行一个战斗了或没者转错，换。你这嗯，样呢，我一吃你肯定得双脚吃，对，我这一提，你一提。我简单一点就爬回去。是。我如果这边有子儿，比如我这有子儿，我这个棋看见没，直接就把你煎出来了。那两颗白子还是受攻了，对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有可能，就是我有可能是跟你翻进去的，因为我这边很厚啊。这个就是它在这儿，但这个地方你能看出，就是这个就这种变化，对谭笑来说，对我甚至对我们来说啊，职业棋手来说，有可能是一秒钟都不用，就是5秒钟或者1秒钟都不用，都能马上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你能看出他这么地方啊，就是说如果形势好，他一定会这么吃的。这我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都不差一目棋，还想算那么多干什么呀？但是他这时候你看他拼的这么细，就说明他这个他觉得这个还是有跟这有点关系，啊 要谨慎一要点。紧就是要抠这一点。嗯，你如果你要形势特别好，还抠这点干什么呀？就想不都不在想。乎了，对对对对，这就是所以这种棋就是我们看是职业高手看是能看出来点那个，门道。就看他还挺有意思的这么看，还真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让我们觉得，确实他的心里会有微妙的变化。那像我们，比如平时下棋的时候，不会在乎这些对对对对，但是很多棋友就是看这种棋，他要睡着了，不会想到会有这种心理对对，啊。肯定要看那种李世石啊，什么那种大杀大砍啊，鼓励他们在那大杀大砍，然后砍得很精彩。但这种棋呢，很多职业棋手愿意看，就是你看他，讲究，对，他很讲究这个地方，他不，他也知道，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是。呢，他非要抠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被您解读完了之后，确实觉得有意思。嗯，这黑棋呢也没马上动手，对，黑棋现在是走这个参与，是，开始这开始我们就说开始功夫的功夫棋开继始续，继续，开始慢慢的磨了，这嗯，个地方开始粘上，这是关注，粘住，粘一个嗯。断，粘上。想吃，反正谭笑这棋能看出来，他是一直在瞄着这块黑棋。是，你看他所有的棋都是在对这个地方黑棋是有所企图。但是呢，白棋的气有点紧，白棋确实是，也不好发力啊、哦，
这种力不好发，如果这种棋空间太多了，是，哎，如果你说我要真是算清楚把它吃了，那你就厉害了。但这种空间太多了，这个就是你算不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最后就是还是高手之间，他下最后还是个心理的因素，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就没法去算这个东西。嗯，孙杨老师，您刚才一说，你就是高手们也算不清，我们心里就顿时踏实了，因为我们别人在下棋的时候，我们也算不清，高手也算不清，所以咱就踏踏实实下。这肯定算不清，这要是我跟你说，他算清了，那他早就动手了。我跟你这么说啊，他算清，他早就动手了。他就是因为算不清，所以说他就在那儿都是在瞄着你。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意思。他就因为什么他要瞄着你？因为他算不清啊，这个很容易想到，对不对？嗯，哎。那您要这么说，我们棋迷朋友就以后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现象，算不清，咱就正常的一点一点往下走就好了。是，你就是也不用着急。那肯定的，不用着急，就是他就是职业高，就是这个一点小心得啊，就跟咱们电视机前朋友，就是高手，假如你跟一个职业棋手下，他如果老吓唬你啊，哎，就或者他瞄着你，你其实也不用太在意，他因为他就如果他看见，他肯定直接就动手了。哎，就是他没动手呢，那就说明他这个棋没是说不肯定是拿不住你，就这个意思。哦，那我原来以为他在让着我，其实不是，也不是。所以你不要被他一走就吓唬住了，其实他有的时候他都看不清楚。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呢，像这种地方，他就是说他算吃他，那基本上很难算。但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至少。不是在他的掌握当中，哎，这么理解，哎，他不能确定，他不能确定，对，但你不能确定，你总不敢这种孤注一掷啊，这么去上嘛，就是这个意思，哎，还是得打有准备的仗，是是有把握的。你看他最后还是决定为控，哎，所以就是，其实咱们棋迷朋友很多时候就吃亏到就看不清，然后呢还硬作战，哎，这个时候就容易吃亏了，对。先也是先手，这个如果不走的话，这个黑棋是瞄着这个这样一吃，这就出事了。这个如果看清了，他一秒钟都不用想，就对，他这是直接跟你这动手了，再一断，哎，这么一提再吃，这就打劫了，这个就马上就麻烦了。是，对这个地方呢，他一尖他是看清了，这个是白棋是必须得硬，嗯，然后黑棋是啊吃回去了，黑棋这回算是把这个吃回去了。嗯，接这个，不让他滚这一包，哎，他是不让他滚这一包，哎，呵呵，强行是撑住这个，啊，这回让他吃这个，哎，这个就是你看这地方多了子了，现在如果不吃，黑棋就不是粘这个了。就直接打吃了，对，黑棋就是打吃完了，然后开始往外冲了。那这回这个，这地方有援兵了，这个时候就是黑棋就不是那么简单爬回去了。嗯，所以现在白棋是必须要吃这一下，没错。所以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哎，那你要早知道你看现在黑棋是实在也不沾了，嗯，这就是你说你要刚才你是可以那么打着的，嗯，但你现在打又打不着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肯定是算不到这么远，他算这么远，他肯定早就打掉了嘛，对不对？是是。哎，他当时他要抠这一下，哎，就是说我们说要算的细一点，但现在你看走不着了，这他。所以我们的冠军们也不是神哈。啊，不是，嗯、肯定不是也都是凡人。是。嗯。黑棋是走了一个，哎，这叫滚打包收。是。这个地方。嗯。吃回去，这个是没办法。如果拐的话，他也还是继续滚。嗯，没办法，只能提。嗯，吃住。啊，现在是啊，飞一个，这是白棋的权利。嗯，挡住，然后把这个提了。啊，既然你不粘，我就要把这个提了。嗯，好，一起搬。一搬啊，搬这个也很大，因为这一搬就过去了。因为现在白棋再打下去，我是可以粘住的，所以这个搬很大。嗯。白棋飞，嗯，这开始收官了，这个就是都收大官子，粘上，粘上，这是权力，然后尖进来或者是中伏，哇，这步棋，这步棋能看出来谭笑的形势不乐观，啊、哦，特别拼哈，啊，拼得很猛，这个就是拼的，这个拼得很猛，直接就。就是要把这手棋省掉，正常他应该是这么并一个，这样是分寸。嗯，他现在就说我这要直接把这手棋先手救回来。
但如果这个劫一旦黑棋打赢的话，黑棋可不是这么粘回去，黑棋是要翻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劫白棋也很重啊，所以说形势现真在，的是要拼的感觉。这个现在一提之后，现在应该说是谭笑是在拼得很猛，转上提调啊，今天我们两盘棋都是对，再拐一下。这个打劫打得很厉害，真的是。提调，然后。找劫。白棋是51-50，白棋之前是这走哪冲啊？这冲了一下，这冲了一下，这冲冲了一找交换，下，粘上然后提掉，提调，黑棋开始打棋，粘上了，哇，黑棋粘回去啊！那黑棋看来是觉得形势不错啊，这个棋确实觉得节目制不错，那能看出来这个现在黑棋是对自己的形势很满意。所以挡上，挡上，翻针，挡上，现在黑棋是稳步推进，贴，尖，盘掉，换掉了，虎柱，白棋是先虎一下，这是他的全力，然后盘住。对，然后黑棋提劫，不是提这个，然后白棋，尖，现在是可以说是收的非常的简单挤这个，冲掉，然后挤这个，从这个进程上看，谭笑应该好像不太乐观，前面下的很温柔，但是现在看他后面的棋是下的。我们说是下得很撑啊，这棋下的是，是好一个，这应该是只挡能挡住，住，冲掉，应该这也是打读秒挡了住，啊，这应该是读秒了，打将，冲掉，冲，这都是读秒的表现，挡住，然后是上一跳进来，冲，尖，夹住，夹住。黑棋是虎一个，黑棋没在这先拖拖一这个，个啊，这是他的权利，直接拖到底下，这是官子巧手啊，然后他送你一个，这样我能搬进来，这样你不能断我吃，你只能吃，我再粘回来，你提掉，然后这边他再虎一个，现在黑棋应该说官子下的还是不错的，哇，这个白棋现在是拼命了啊，正常是退一个啊。现在他是要虎住，硬挡，这虎住是人家一吃，这个是什么状况？打吃脱这线，好像现在，哦，这个棋啊，然后他要打劫，他在断这个，直接断，这个就是激烈了啊！这个棋我们来看看又打劫了，今天我们是跟劫是很有缘对，分啊，提掉，白棋的第一个劫很重要，白棋找这个劫。这个棋确实，黑棋全盘应该是非常厚实，没什么劫，这个下的太厚实了。一走这个白黑棋决定提掉了，不跟他，不跟他打了对，啊，这吃回来，这也有十五目棋应该是有了啊。黑棋是，然后再把这个虎过来，粘上，黑棋是提掉，对，提掉，应该说是。白棋吃进了15目棋，然后有多少收获？黑棋这地方我们能看出来，2、4、6、8这块吃了10目，哇，那是一黑棋又破掉了几目，黑棋不亏这个棋，黑棋应该是不亏的。这个棋如果说刚才形势是黑棋有利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不亏。这我初步的判断一下啊，就是你看黑棋涨了10目棋嘛，然后破掉它4、5目棋，那个你也就15目棋左右。所以，如果刚才形势是黑棋有利的话，那现在黑棋还是没问题。210，然后吃这个，这是1、2、3、4目棋肯定是有的。掉，挡住，粘上，这个棋应该是快要结束了。棋走，盘上。吃掉，提掉，踢掉，然后是，是冲掉，
这就是两目观子了，现在是两目观子，已把经这，收到快尾声了对哈，对对对，把这粘上了，然粘后上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啊。那现在下到这儿之后，是我们出结果了，黑棋中盘胜对，啊，应该是从后面观子角度来看，是确实喜羊羊应该是要胜了，应该他下得很稳健了，后面啊下包括这个消劫也消得非常果断，是是是，哎，能看出他还是后面是把握这个局势非常稳的。这盘棋感觉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激烈的那种作战，对对对，是吧？稳稳的收官。应该说谈笑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学的还是不太好啊。这盘棋好像被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了，所以这种下法挺难学的。所以说，李昌镐这种下法不好学。真是，你说是不是因为谈笑，因为是上一届的冠军有压力呢？应该应该还不至还于好啊，那应该还不毕至于。竟都是大风大浪闯过来对的。对对，好了，那这盘棋也是祝贺许家阳啊，可以这个获得这盘棋的最终胜利。好了，那两盘精彩的对局已经介绍完了，相信棋迷朋友们真的是意犹未尽啊。那这个烂柯杯的比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了，今天特别感谢贺阳老师给大家进行特别精彩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棋局解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再见。